断根，还有就是鞋底啊，一整块就是放防滑耐磨的橡胶底，不用担心它会打滑或者是是断底啊。我都有跟大家说过，之前有宝贝问我说啊，你们家鞋子质量怎么样，我就直接这样回答，我说我们家鞋子如果说有断底断根的情况出现，你直接跟我后台联系啊，我这边直接给你发一双新的啊。这款鞋子你就可以看得到啊，咱们这个鞋子里面就真的是一整颗的钢钉，所以说我敢这样去承诺啊。如果说我们家鞋子质量很一般或者很差，我真的是不敢这样去讲啊，我只会很敷衍的跟你说一句哦，我们家鞋子质量很好，对不对啊？来看一下啊，这款鞋子好看是吧，亲亲啊？好看的话可以去拍啊。这个鞋子是确实是很好看啊，然后它跟高是9公分啊，宝贝，跟高是9公分。然后虽然说是有9公分的跟高，但是在这个防水台做的还是比较厚啊。我的脚感大概也就是6公分、7公分左右啊。这个就看你平时你穿高跟鞋的时间多不多啊，就脚感是看个人，这个个人穿上以后是什么感觉，好不好？啊，然后这个鞋子真的是也是很闪的，它是有四排的小钻，它在非常亮的同时，非常闪的同时，可以把我们腿部的这个肤色也给我们修饰得很白皙，而且这个鞋子它可以让我去，可以修饰我的腿部的线条，让我的腿看起来纤细修长很多哦。这个真的不是说我腿有多好看，真的是鞋子功劳，我不敢去鞠躬啊。这个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，来给大家看一下穿和不穿的区别啊。如果是穿了的这条腿啊，大家可以看得到很，就是很纤细修长，对不对？肤色也跟那样啊。没有穿的这条腿又短又粗，而且线条也没那么好看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脚有点宽，脚骨有点大。真的，如果说有跟我差不多腿型差不多的宝贝啊，这款鞋子也是必入的一款啊，也是必入的一款，因为它真的可以很好的去修饰我们的脚型和腿型，提升我们脚部和腿部的一个肤色啊，让我们脚变大长腿啊。夏天本来就是一个晒腿的季节，对不对？穿高跟鞋就跟咱们化妆是一样的啊，为了让我们整个人看起来更气质更漂亮，对不对啊？来看一下啊，两个颜色啊，一个银色一个白色，喜欢哪个颜色咱们拍哪个颜色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旁边啊，看一下咱们这个侧面的一个效果。好，谢谢刚进直播间就点了关注的宝贝啊，也谢谢在我直播间停留的宝贝。咱们有1、2、3号有情侣鞋啊，喜欢的宝贝可以去邀一下，好不好啊？来看一下啊，两个颜色啊，喜欢的宝贝正码正拍。如果说有脚背宽脚背高的宝贝啊，咱们就往大了一码拍，没有的话就正码正拍啊。主播是36码的脚，穿的就是36码的鞋，刚刚好啊，刚刚好啊。来啊，这个在我们的4号链接啊，喜欢的宝贝就去拍哈。还有我要跟大家提醒一点点，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咱们穿高跟鞋翘二郎腿啊，你一定要把两条腿并拢啊，这个很细节的一个问题。你如果说这样子的话，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看，对不对？虽然说也是，也不是说不好看，不是说丑啊，但是这样子看起来没有那么端庄，对不对？好，咱们这样子把两条腿并拢啊，看起来会更端庄、更优雅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小细节啊，穿高跟鞋一定两条腿要并拢放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哈，谢谢刚进直播间的宝贝啊，给我点了关注。然后咱们稍作停留的宝贝啊，看一下咱们家鞋子有没有你喜欢的，有的话你扣在公屏上啊，把链接扣在公屏上，我这边都会细细的给你讲解的哈。再有就是点了关注的宝贝去加一下粉丝团啊，加一下粉丝团，粉丝团里面会不定时的给大家发放一些优惠券、一些福利，咱们去把羊毛薅一薅，好不好啊？有羊毛不薅白不薅，对不对啊？来看一下啊，喜欢的宝贝就去正码正拍啊。如果说有脚背宽脚背高的宝贝啊，咱们就往大了一码拍，好不好啊？来看一下啊，这个链接里面它是有两个款式啊，一个是这个4排小钻的，一个是2排大钻的啊，一个是中粗跟的鞋跟，一个是超粗水晶跟啊，喜欢的宝贝去拍啊。来咱们看下一款啊，下一款是里面是有两个这个半这个凉拖，然后一款凉鞋的哈，宝贝来看一下，两个颜色啊，哦，两个两个款啊，宝贝，两个拖鞋，宝贝啊，看一下，
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，这个拖鞋它是一个大方头，今年很流行的一个设计。这个拖鞋说实话啊，拿在手上没有那么好看，但是穿在脚上，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，这个鞋子它就看起来就，哦，很时尚，而且它可以让我的这个，让我们的这个脚啊，被它修饰的看起来小巧很多啊。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大方头的一个优势啊。今年这么流行，它肯定是有这个穿起来舒服的跟高，跟高是哪一双？宝贝，我跟你说一下链接，你自己去选一下款式，喜欢哪一款的话，我这边就给你试给你看好不好？咱们这个穿起来舒服的跟高哪双的这个宝贝啊，首先咱们的这个9号链接，11号链接，还有就是咱们这个19号链接，还有22、23号链接，跟高穿起来都很舒服。你先去看一下喜欢哪个款，你回来给我扣链接，我试给你看好不好？然后来咱们继续说我手上的这个宝贝，我刚刚跟你说的哈，九号19号，还有就是22、23号，你去看哈。还有就是哦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11号，都很好，跟高都很舒服哈。来看一下啊，然后咱们主播手上的这一款啊，来刚刚给大家看细节啊，大方头的设计，对不对？刚刚已经讲过了哈。然后就是咱们这个鞋垫非常的柔软啊，非常的柔软，非常透气吸汗啊。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钻全是一手工，一颗一颗串上去的，不用担心它会掉钻。然后再看一下咱们这个鞋跟啊，鞋跟是一个今年很流行的一个这个酒杯跟啊，很流行的酒杯跟啊。然后到下面跟垫的位置啊，它是有加宽有加粗的，所以说这个鞋子一样的很稳啊，一样的很稳。再看一下咱们这个鞋底啊，一整块都是防滑烂磨的橡胶底，不用担心它会断底，也不用担心它会打滑啊。好，然后另外一款是咱们这个，其他的全部都一样啊，其他全部都一样，只是这个。